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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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。而且那请问两个决斗者就叫双峰吗？机会打造这个。那我喜欢双峰，而且双峰。君君没有像之，刚没看到解题 ，sorry， 我看错。君君以为单峰。君君没有像之前一样，就是 OK， 我先第一。我也喜欢双峰。哦，有谜题的打一只，发挥漂亮。但现在的画面，神经骇客趴爆下去，这边 Lakia 关键发挥，再射了一根侦察箭。这边的单打 Texture， 这个 Texture 单打，这个吸吸到了，没有猜到一半，关键一吸，配上电剑，这边的电剑 Lab 一根电都没见到，哇，这个理解太好了，我没有骗你，这个理解。所以其实这个 A 弹点开始放空。他一开始就是打算，我补充一下哈，我补充一下哈。然后既然你没有要捐剧的这一套内容，它完全是建立在一个夜路开大下包，而且它是赌对方 A 点会放很弱的时候才会开的战术。所以夜路放完包之后，他基本上他可以踢走，配上的是 Viper 的蛇咬弹，配上亚星卓的全地图资源，他可以去拖这个包的。更不用说在货这一边，让 Lakia 拉到了一个门口，然后可以打侦察剑跟电剑的一个位置去挡住那个包点。就以地图理解上来讲，卷举在这张图应该是目前马德里大师赛事看下来最强，毋庸置疑，超强。他们这张图理解真的很高。开包是多久啊？八秒。有点难的第一只的，哎，我第一回来，这样子，这里他们两个都没有。Oh my god！ 真的都是怎么没有打 double pick？ Oh my god！ 哇！就像这样，但会接住。哎，但是成果怎么样 ？Tez 再闪一颗冲出去，这个操作 ，Meteor double kill。哇！第三只好微妙，哦，哇，最后一枪点到头，右边点完点左边，左边点完点中间，搓搓乐啊！他是随便打的吗？他不是随便打的，他知道是那一个范围，就是左中右。所以他刚刚就是很漂亮的，单纯做水平的左边移动，右边移动，再拉到中间。看，我也是用这个准心哎，怎么打起来差那么多啊？开了一个无效之击，更没理由啊！我也是用这个准心啊。但是有一个机会成为英雄吗？感觉他没有考虑一下，是英雄。刚刚有考虑过去玩独强那一代，但是那个时间差他们怕走不过去。第一支没问题，但现在还要面对到这个一对二。千口气，对上是没闪，他不知道在另外一边。哇，关键一打一，接住。哦，没问题，但第二。是怎么说？但丢下哎呀，哎呀，差一点 ，Tens 是英雄啊！太好，完全没想到，而且你可以看到最后 Sassy 的那个，他也没想到说你这真哥连广东话也会、哦。我觉得如果会啊，手嗨。闪光弹再度出手，两边都没有办法。Meteor 再打掉了 Tense， Sassy 滴滴的压力，360度的包夹，第一只、第二只没办法。GG 实名打，真的都是打得不错的，但这张地图真的过不了，后面还不好说。但这张图是不可能过的，我再说一次，不可能，没有人可以越过捐举热带乐园的建围，没有人 ，No one。手嗨嗨，语调比较温和，手嗨用来骂人比较多。队友放看。那场一炸 ，Meteor 没办法发挥。哇，这个瑞兹好帅哦！我也没有说你的不帅啦。没关系，这一份很痛苦啊。没有啦，大家不要想那么多了。俊德也很帅啊，俊超帅啊。是阿豹是跳远冠军，阿森是跳远冠军，什么东西啊？调整成他们要。阿森是跳远还是跳高冠军？阿森是跳高冠军。其实俊的选手数据层面，以瑞兹的内容来讲，他就是他全部透露出来的数据，他不是数据表现很好的选手。对方知道。就你玩的不如俊这么疯狂，但不代表你不是一个好的瑞兹。如果的话，站在先头的视角就是他知道我要打 B 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不看战绩。就是在家里走路都很小心。对，帅是一辈子。但他决定，我觉得俊最确定是最吸眼球的，最吸的。强只是一时，帅是一辈子。哎呦！哦，彻底的重击。稳住，稳住！这个前推听到的脚步声太关键了。主播的瑞兹也很多 highlight， 谢龙。知道啊。三打五 ，John QT， 哎，这边不能再给他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烟，哦，扛住压力，米皮尔，扛住了这次
的压力。贝兹玩得稳，不会让人印象深刻，风跟戳才会。跳得高也会啊，印象很深刻。在 B 大这边露那么多，其他都没毛病。接两个，打到包了，自己没接住，把包被拿到了，反而变成这样二换二。哇，怎么会让对方先进这个 TP 啊？很像哎、欸。哇，今天是击杀，心脏超大，哇，超可怕。超可怕！哇，身法！对，钻回 U 通，双方有办法。呼吸不了，完蛋了！裁判，这个对下注。哇，结束！恭喜 Sentinels。娟娟这几把都一直开 A 点，神机枪，他是靠帅。哇，他有感应到，他有感应到。那应该最合理化打法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是的，还是那个老问题，又是干啦。哎呦，跌到脸上 ，Tense， 这个是什么鬼？传物是关键哦 ，John Cutie。手里面有鬼。哇，但是这边还有个重炮，哎，他又见到了。哇，一打二 ，Tense。身法，一直换掉没问题。Munchkin 跟 Tense 的一对一，时间剩下十八秒 ，Munchkin。把握这个机会，是一口气把包成功下了。哇，天使拿下这个残局，这还是 Sentinels 的 Eco Round。Meteor 被黑到，好猥琐。这个蹲很关键，还有办法再绕。回来，马上抓到 Meteor， 好脏哦！马上打两只点上 Zaken 这边，哇，三连发，暴风选刃，完了，要出大师了，要出大师了，要出大师了，这个串没抓到，这点招架右键没有挡住。用肉体挡住了这个三连发的伤害，他只要杀掉下包的人就赢了。哇，好精彩哦！差点又给 Zaken 秀到了，好精彩，好精彩。Zaken 刚刚是算是破釜沉舟哎，他只要抽奖抽到那个下包的就赢了，可是偏偏打输之后呢，全家老小都挡在那个下包的前面，要挡住他的那个伤害。他本来刚好在扔 texture。打出去找人，速度有够快，他直接开着去追了。他知道 Sentinels 的配置这边是别人才敢这样打，就送回去。这一把会打的进去，完全是端靠他自己个人在战场上的解读还有摸边的能力。如果你正常，你已经他已经是不止一次这样子了。他在双打迷城的 serve 其实有很棒。哎呦，不讲武德！干，其实 Karen 根本没打坏，吓死人了。这 Tense 太不科学，他想要看第二支、第三支的资讯，哪有人这样子突然就他妈的回头，然后就爆你的头啊？但是虽然这次的发挥没有 Zaken 这么的亮眼，但很可惜，但那是建立在特务的选择上。好哟，如果你要我投一个 Sentinels， 你要派选手跟他打一打一，拿世界冠军，最不想碰到的对手绝对就是 Tense， 100%是 Tense， 非常执着于，不可能是其他人。还有22年的叶师傅，22年的叶师傅跟24年的叶师傅，龙灯我最想单挑，跟我最不想单挑的人，太讽刺了。这个非道具那一边，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，像我这个大叔，只能躺在这边跟你们讲讲干话。他现在也是前点，这也是岁月的痕迹啊。这个已经，他们这个时间你就知道你不可能走 A 了。漂亮 ，Munchkin。做娟举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新人也好，大赛经验也不如 Sentinels 也好，但他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，我觉得他给到的表现是很稳的，没有那种新人该要有的内容。不太怯场，不太手抖，主要是那种判断失误很少，枪法失误就不谈。对，我觉得判断失误确实少很多。后来是 solo 的调教确实有料，不愧是韩国战 CS 战神。对，娟娟打得很像是金岸老道的队伍，很稳哦，就是好稳哦。没错，我是穿去年冠军赛事的衣服。哎，你眼睛很厉耶！看一下，说如果 Rip 衣服很好看，可以看看衣服里面长什么样子吗？所以他开始跳进去，他先看了一眼，结果没想到抽大奖。抽到竟然是从布神不行哦 ，Viper 太出死了，能做事，感觉很适合阿森哎、欸，怎样啊？哎、欸，干有哎、欸，其实是怎么样啊？有哎、欸，这只角色给阿森玩好了，又有烟，又像决斗，完全符合他的那个想法。阿死了、欸，你们这里没有烟，我帮你补一颗，拿他去单打，赶紧去死一死啊！你娘、欸，妈头这么铁。有哎、欸，这只会晃猫身晃专门这个量身定做角色。护驾，干又死了，不能只顾着打字。干你这个很坏，死人！你啊嘞，妈这边狗叫什么啊？苏干线，闪光，哇，被这边刷到了，从这边拉出来的是 Zaken。又爆发 ！Oh my fucking god！Oh Zaken， 还要打几个？哎哎哎！
我绝对想不到，第一我想不到一个到底哪一个。那这个就是逆天进攻二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喽。这一刻又这么陀螺，前打一只，后打一只，来，你还可以接几只？哈，哈，哎，这个人可以这样子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接啊？这肯这一局真的是超不讲道理的一些接法哎。Lakia 向众神祈祷，回应他的只有在图奇直播间的 Essen。也没有来自于什么队伍体系的护士宝衣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原来是讲小话，蓝安的。要接，接这一波。哎呦，这个要出烟很烈哦，这个出烟会被翻哦。哎，不能穿烟。哇，这个烟是不能出的。而且你们都是一发就没了，两个人没状态。哇哇，哎，这边交给我们加速。关键时刻马枪，是的 ，Texture。这个状态竟然有办法打下这个，为什么每次 Texture 防守方都可以拿一把鬼妹打了又打，打了再打，打了又再打呀？保全，保全，第一分很重要。保安，他的想法就是，哪有人可以这样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的？拿下了这个小，他一路从第一天这样子打打打打打打到现在决赛也还在这样打，他想进去，哎呦，开过包，绝对不知道这边藏着一只，最后一刻。哎、欸，竟然不是开过包，没关系，我先杀这个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哦呦 ，Meteor 这把打得很好啊，他先把瑞兹给打了，然后呢，打完之后他，你看他打掉那一只，对方会去 B， 会去 A 点，就是因为他这个击杀。他又马上大跑到 A 点下，你看，你看 Sentinels 的选手甚至没有办法意想得到这一边会有一只解体在这一拍。我就理论上还是挺劣势，然后他也是赌对方会下开阔包，他可以打两次。因为他们的视角是，其实真的打得好。Meteor 这把打得好。你的 A 点，哇，那这边又是劣势，一次对枪，第二次再攻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！送过。主播问一下，请问 Lakia 账号密码是多少？你为啥关键时刻都登的上去 ？Kmomo what？ 滚呐！十四秒，现在正在下包。接住，接住！13-10，第五盘。最近港服一直掉风包，怎么解？卸载。然后呢，重新安装，当个创世神。上天啊，拜托你让 Tens 被 ASENZ 上身吧，我好想让太平洋拿一座奖杯啊 ！K Momo Dino。打了算挺准的。全剧枪支优势，5-5的首包战，这不能掉。Lakia 这个鬼压，射转移，全剧没了。赌说对方会退，但你看 Tens 的视角就是他从头到尾在那个地方。高点位再打一支，哇、哦，这个 Zelsis 其实他的定位在幻象上面来讲，这表现真的很不错。那不知道为什么 Tens 还可以那么保持冷静。他几乎不太喷热色话，然后也没有站起来气氛，也不太鞭尸，他就开开心心的想要拿一个冠军给自己的未婚妻看，就是一个温温的大男孩。他是纯爱战神、啊、真的是纯爱战神、啊。聊天室嗨起来！哎呦，这个局哇 ，Teacher， 宝宝宝宝，宝，哦，有杠 ，holding 有杠 ，don't die，don't die，die ball stupid，don't stupid，don't be stupid，don't do anything stupid，don't die。耳听四面，眼观八方。哦，完了，进了，结束了，上两位，哇，他打一只，一只都没打掉，游戏结束了 ，Meteor 没有办法扛住任何的压力，现在全局全员下线都炮枪炮烂，变形到爆炸。那娟娟现在的状态已经结束了，各位，他们现在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状态下滑，枪支枪感不好，持续炮枪。看着自己渐渐的跟这个冠军越走越远。我再说一次 ，SEM 王者回归世界冠军。为什么你在上面还会被咬到，老哥？因为他完全不觉得他的队友会被咬到，他在上面，老哥。Tens 再带一个 Lucky 啊 ！Over， it's over， ball， it's over。防守方这个全面封锁。我跟你讲啦 ，Meteor 这个大招基本上就是宣告我好怕你，你不要来，你再过来我要叫喽，你再过来我要叫喽。结果人家就真的不来了。不过他很明显知道你已经却步了，甚至我可以拉一个 Zaken 去中路去做一些协防或协调，已经结束了。除非 Munchkin 这边手拿一把 Guardian 点三个，没办法，因为
杀五色来了，再度清点。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角度，这边已经被发现了。来 ，Munch King， 秀米花去干 ，Munch King，Munch King， 倒了。这边领域上展开，高点位倒了。时间压力太大了，真的太大了。一只，两只，两只，亮！哎呀，输了 ，GG， 恭喜 Sentinels 世界冠军。哦、哇！未婚妻应该也爆哭吧？这个世界线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而且天使纯爱战神终于哦拿了一个冠军，可以献给他的爱妻了。那人可以这样打了又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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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又打的。